人气女团 TheCella 平成员宫胁孝良近日在签售会上一段记忆力超群的影片掀起网上讨论。影片中粉丝跟孝良介绍自己的名字，孝良马上就认出对方曾在机场见过面，也看过该名粉丝替他拍摄的饭拍专页，表示自己一直都很想跟他见面，令粉丝们都超级惊讶。孝良甚至还能说出对方跟过什么样的活动，称赞照片像官方拍的一样好，超细心的反向应援让网友们都超感动，纷纷留言表示如果是我一辈子都不会退坑了，真的对粉丝很好，好感动。